在这儿蹲着呢，来了不进屋呢。我跟你说呀，老范大哥，啊，我不好意思进去了。为啥呀？我要是一进去，那我就成刀郎了。不是你这人咋这么多事儿呢？什么刀郎蝈蝈的？你就是个扁担钩。行了，到门口得赶紧进屋吧，还不如刀郎呢。给我点面，你真是不是，哦，我真不好。来喽！嗨，大家好。我现在不跟蝈蝈说话。我说他大舅啊，哎，你看你们两口子吧，一出门成双出对的，那多少人佩服啊！你们俩可别老怄气了啊！那我大舅这乐呵呵的样也不像怄气的呀。就是你们不知道，他这人就这样，只能哼，跟我别别扭扭的，只要一见着人就像个人似的了。这叫什么话？什么叫我一见着别人就像个人呢？我什么时候像过人呢？哎，你怎么能看出来我像个人？哎呀，我从来我都不……哎呀，我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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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说的不会话了，给我们笑的都老尴尬了。对对对，大舅那个太乱了，捋。对对对对，都是让你舅妈给我气的。哎呀，老范呐，你是个木头人啊！快让他大舅坐，我去沏杯茶去。对对对，那个舅妈，要不上我屋看看我儿子呀？对，老好看了。哎呀，我现在特别想看看，这孩子要是长得像钱顺芳，那能好看到哪儿去呢？那个舅妈，在这屋，孩子，啊，来来，咱去看孩子。我跟你说，我就是不爱听他说话。来，坐。哎，你看他有一句正经的没有？那叫什么话呀？啊，那意思长得像钱顺风，那也就不像个人了呗。哎，一听他说话我就生气。哎呀，你听他说话生气，你听不见不就完了吗？那我又不是聋子，我咋就听不见呢？他说出来我怎么能听得见呢？问题就出在这儿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两口子夫妻之间，有四个字非常重要。哪四个字啊？难得糊涂。啥意思？有些话你必须要听清哦，有些话你就得假装听不见。哦原来如此啊。哎，有的听得见有的听不见呢。我有病啊。我听见了，那早就听见了，我怎么还能听不见呢？你这人就爱抬杠。什么抬杠啊，我说的是事实啊。